旅程咧，買得最多嘢係俾你，咁樣成個 gift 大半都係你。多謝你頂綠帽。我想問係你中意嗰啲咩風濕褸啊？唔係乾濕褸啊？大家好，歡迎收睇《EG 大國際》。點解會拍低？都係我 feel 到佢哋好多人都去曬旅行啊，可以俾佢哋睇下旅行翻嚟買啲咩手信俾人最好，即係唔係我最好嘅，即係參考一下啦。我係冇買每一個地方 pair， 跟住唔知咩餅。哦 ，Tokyo 餅啊。係啦，嗰類以前日本有個節目咧，係攞過嚟 test 咧，啲味道係一樣嘅。噔噔。哇！呢個咧係我喺超級市場買，因為我好中意行超級市場。其實如果可以嘅話，我會喺超級市場嗰度買手信咯。我以前啲毛信真係好想買，跟住咧，因為咧佢咧好中意撈飯數啦，全部都係好中意撈 wasabi 味嘅。跟住我就買曬唔同牌子嘅 wasabi 味啊！我揀曬啦，因為喺香港啦，我想講咧，飯數真係好難揾 wasabi 味。通常可能喺 Eon 嗰度揾啦，咁然之後你好彩嘅話就會執到一至兩隻味，但通常長期缺貨嘅。Donki 你以為都會揾到啦，但其實 Donki 我上次去銅鑼灣嗰間都只係揾得一隻啫。通常佢都係就揾普通紫菜咯，但係你覺得好食就冇得飯兜，因為係咯，你嘅品相真係好食，即係等半年之後自己去嘅你。我想送飯數俾人咧，其實都係一個好選擇嚟嘅，因為嗰個人只要食飯就會諗起你，真係。啊！佢黐級，我係咪都諗起你㗎啦？真係啊！哇！我知道你而家減緊肥，但係你都要食，唔該。佢嘅樣係嗰啲充滿住 caramel 嘅爆谷啊，即係唔係乾爭爭，不如依家就開始食。而你係最中意 caramel， 所以我見到就。買先，呢個係喺日本嘅3 coins 300 yen 店嗰度買嘅。哦，咁樣300 yen 一包喎。係啊，佢而家係改咗做3 coins plus 咯，又有啲係300 yen over 嘅 product 買，全部都好好噶。如果你係 decorate 屋企嘅所有都係啦，叫我呢啲都喺嗰度買。因為我記得你講過話最好食嘅 popcorn 係 Muji。其實唔算係 Muji， 即係性價比嚟講先係最高。哇！我覺得呢個性價比好高。哇！佢聞落去係超足呢一個 caramel 味咯，佢粒粒都係吸飽的 caramel。嗯，好食啊呢個。叮！哇咩嚟噶？唔係啲整蠱嘢嚟嘅，為你好嘅。佢成日都唔使床單被鋪啦，一枚咧就可以捕獲25,000克啊！但其實可能喺牀裏面25,000克係算少噶啦。呢一個咧，佢就係俾你寫低咧，用幾多毫紙用噶啦。第一日開始，跟住之後咧，兩個月之後咧，你仲要收翻，好俾你咁樣記低。哇！噔噔噔！哇！呢個就係我又影相俾你睇嗰個啦。係啊，呢個係佢話我一定要食嘅話，就算我減緊肥都要食。係，因為我就係去睇一個舞台劇，跟住就睇神户啦，跟住之後經過行過，已經行過咗就布甸，都有好多款喺度。神户都出名布甸啦，個係最普通 original 嘅布甸。都見到呢個係 premium vanilla， 佢係一個超級中意食 vanilla 嘅人。哦 ，sauce。嗯，哇！佢睇個樣已經覺得好正，我咩事啊？都唔使説，呢個咧就係佢附送嘅支持巾啦，一折咧就可以用。哇！唔知點解硬係覺得好似有少酒嘅味道咯，唔係，應該冇嘅，應該係好濃嘅 vanilla， 因為佢係咪啊？我教練啊 ，I'm sorry。呢個係下一個禮物，迪奇斯嘅長襪啊！哇，正喎！呢個短襪啊？有幾短喎？呢個好長啊！因為我唔知道你中意長定短啊！佢未上到嚟嘅，但係佢就喺呢一度呢個位咯。我中意呢個長度嘅襪。佢對襪好講究，跟住我就喺間鋪頭嗰度攞住，問佢買邊批好咧？唔係佢成半襪㗎，佢成一對襪咧著幾個禮拜嗰個就係、是。你太誇張！你太誇張啦！你唔好俾我對襪喺個地下嗰度咧，喺個地下嗰度著完，跟住再著，著完跟住再著，梗係冇啦。你去得嗰對？唔係咁誇張，我同一款有幾對噶嘛？你聞咩啊？你走去聞。我唔使走去聞都聞到啊！佢誇大咗啦，冇啲咁嘅事啊。不過咧，這個做得好好，大家記得如果買襪咧，要去買一啲厚少少。係啊，我就係見佢。係啊，因為如果佢唔係厚少少咧，你著到
到出嚟咧，短褲嘅話咧，好奇怪噶，好似童子軍咁樣噶。死啦！呢、這個太長，你會唔會唔著㗎？你都唔著啊！你瞓覺乜衫都唔著，淨係著呢對。就係到呢一個你最中意嘅帽，我買咗好多。真係㗎？首先係我最唔中意嘅冷帽，好中意啊！因為我近排咧買得幾多啊 ，Ben Davis 呢個牌子，嘿點樣 ？OK， 耶！等等等等，哇呢個靚喎，哇大少少，大喎，唔係喎，好落都得喎。你怎麼會不戴？不是，那你女仔嘛。我前面戴了一個 condom 啊。是癌症病人。Dickies。哦，我喜歡啊，怎麼會不喜歡啊？還要是奶油王啊。好想買這些絨紋啊。是不是叫絨紋啊？因為冬天嘛，來緊。喂，我喜歡這隻色啊。不是，因為香港都沒有找到奶油王的帽。噠噠。哦。這個是我最後一樣買的東西。我在深山橋那裡走攞住好多嘢，跟住都呢間咪即係你成日睇嗰間冇揾點嘅行去啦，見到，跟住見到我買嘅款裏邊邊個款未有呢？呢頂拉咁，藍色嘅漁夫紳士帽，係咪啊？跟住點知我買一件咧，但係呢一般啦，我自己。唉，你戴好襯啊！好啦，下一頂希望你會中意啦，叮叮。哦，綠帽。送緊綠帽 to me， 因為綠色帽好靚啊 ，OK 啦 ，O 唔 OK 啊 ？OK 啊 ，OK 啊，多謝你頂綠帽，叮叮，哦正啊，我中意呢個啊，我自己都買一頂啡色嘅俾自己，呢個係屎黃色嘅貝雷帽 ，O 唔 OK 啊？靚唔靚 ？OK 啊 ，Yeah， 因為好似冇呢個色，係啊，我冇呢個色啊，其實佢好清楚啲帽有啲咩色，冇啲咩色嘅，我知道好多帽，你喜歡，我有影相給你，它是啡橙色的 Ben Davis， 然後前面那塊脷就是平的，通常貨人向前戴的，噔噔，是啊，它啡橙色，我又是沒有這隻顏色，跟住呢，以後，哇，還有跟住，首先是，他買衣服給我咯，你知唔知我自己？我都係最後尾嗰日先至買咗三件，但係呢個我好早就已經。哦，我冇呢種黃色衫啊！我就喺度諗緊你。而我都幾想有一件㗎。而個問題，我都冇想就係你中意嗰啲咩風濕褸啊？唔係。乾濕褸啊？風濕褸。唔係講風褸。風濕褸。你嗰啲乾濕褸。潛水料嚟㗎喎。我就喺度行。嘅時候，我係咁去度一度自己，唔知道你而家肥定瘦定係點樣啦。因為我之前喺日本第一次買手信俾佢嘅時候，係買一件細碼嘅細碼，因為嗰陣時好瘦嗰陣時。有時會聽到你話想買啲鮮色啲嘅衫。係啊。我就買咗呢個啦。等等，即個學生啊，因為大部分咧有好多。男性嘅衫都係好 colourful 好 young， 即係你呢啲咯，即係 street boys 咁樣咯。舒唔舒服啊？呢件好舒服啊，同埋勁足料咯。佢呢度上面嗰啲咧，係啊，唔係 print 嚟啊，係真係刺繡，即機械刺繡咯。但係都好靚，我中意呢件。係咯，個薄喺呢度。我就係一睇，我就睇個薄，因為我自己都唔中意。如果係 T 恤或者笠落去 hoodie 上，我競爭女性個薄位係真係真係喺個薄度啊嘛。係因為依家啲 T 啊，係啊，多謝你啊，一姐。我去旅行啦 ，shopping 只係佔咗我可能十八日裏邊嘅第一日，其他時間都係去感受文化歷史。佢真係去唔同嘅城嗰度，佢成 send 翻嚟俾我啲相啦。你哋會見到有一個松本城啊，係我拎住嚟玩啊。Respect。我都好中意戰國時期嗰啲嘢咧，我就喺嗰度見到一樣好啱你嘅嘢，而我自己都好中意。日本武士刀。唔係，我好想買，但我揾唔到。同埋你翻唔到嚟香港嘅。好咩嚟噶？稻香唔係，係沉香喎。呢個咧係喺信長啊，奈本那格其中一個城，佢以前住過喺嗰度嘅，跟住佢就係嗰度出。即係佢係香嚟㗎？香嚟㗎。哦，我中意呢陣味啊！我唔係我自己聞過，我都好中意啊。哇！呢陣香。嗰啲高級香味咯。佢係男。唔係高級香味，高級香。味，佢係男士香水嗰只嚟㗎。係。真係好香咯。
哇，勁香！聽日你小心啲，佢包得勁靚，佢用嗰啲日本紙包㗎。啊，好多支啊，佢勁香，哇，好有好高級啊！呢隻香味。其實買香給朋友都可以考慮一下的，真的。如果你的朋友是重要香同埋唔迷信的話，好啦，今次的十八日日本手信就是以上。以上でした。啊，其實都真的不多啊，對於我嚟講已經，我是不會買咁多手信的。屌你啊！唔係呢個意思，我買的手信都是嗰啲覺得很抵死嗰啲啊。收到嗰啲係唔錯，因為我是會想佢收到佢會不會實用咧？即係收到嗰刻佢哋咪真啊，收唔收到？但可能翻到佢真係埋邊，我唔想咁樣。哦，我是想買完之後嗰啲人收到，心會諗我頂你有塊人，我係想佢會咁樣諗嘅。我的錢就是攞嚟買咗佢個內心認真的一下，頂你有塊人。我覺得錢是使喺呢位。多謝。咁你最中意邊人呢？我最中意你係講食定係咩啊？所有集合很多都很喜歡喎，應該會是這頂帽真的呀，竟然這頂很好啊，這頂刪了我朱黃色這件，因為我真的沒有，不知道這條片幫不幫到你，又或者已經去了旅行的你們去揀手信給朋友了。今次就是一個小 vlog 啦，如果喜歡看的話就記得訂閱這個仔，星期一星期四出片 follow 我和他的 Facebook 和 IG， 我們下面再見，拜拜。